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收看大法鼓节目。我们知道出家人的衣服鞋子在外形跟式样上呢，跟一般的服饰不同，我们通常叫它是僧服、僧鞋，或者是罗汉褂、罗汉鞋。那么因为出家人的服装宽松舒服，有些在家居士呢也很喜欢穿。究竟在家居士是不是可以穿出家人的服装跟鞋子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如果根据啊印度的所谓出家人的服装的标准来讲呢，我们台湾呢，我们中国人的出家人呢，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出家人的服装。在印度没有罗汉鞋这样东西，也没有罗汉褂这样东西，甚至于我现在穿的海青看起来是出家人的，也不是啊原来在印度的出家人穿的。长衫也是一样，除了啊光头是好像出家人之外，其他的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啊全部都是啊在家人的，也就是汉服。我们真正的出家人的衣服呢，就像这个佛身上披的，就是不是啊一种啊有袖子啊有领子啊那样子的衣服，而是呢就是一块布啊披起来。所以我们出家人现在呢平常大概没有穿没有披啊真正的出家衣服，都是入方随俗，就中国汉人穿的衣服我们在穿。但是呢既然呢现在的俗人呢是不穿的，而僧人继续穿的，那就变成了僧人呢所专有的服装。因此有人说啊，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的时候啊俗人都会跟着朝代的变化的规定而服装就变了。所以明朝的服装和唐朝的服装不大一样，元朝的服装和清朝的服装也不是一样。凡是有异民族异文化新民族新的文化来统治啊我们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俗人大概都变。因此呢有人怎么说了，说俗降僧不降，那个降的意思啊就是投降了，俗人是投降了，连服装都改变，而僧人呢没有改变。所以僧人始终是保持着啊汉唐的装束，像我们穿的这种服装啊是汉和唐时代的模式。那我们的衣服啊因为是古时候人穿的，没有像现代人穿的那么紧那么不舒服啊，因此呢有很多的人啊喜欢穿。那么事实上在日本的就是和服，就是和服最早也是从我们汉唐的服装啊改变成功的。那我们现在讲比如说罗汉鞋，罗汉鞋是不是就是罗汉穿的呢？没有啊，在印度的鞋子不是这个样子的，印度啊并没有像我们中国现在这个罗汉鞋这个样子的。现在的人中国僧人穿的罗汉鞋在早期是没有的，而是早期呢用啊也用布做，也用皮做，也用麻做，也用草做，类似于啊拖鞋加后跟，或者是呢草鞋啊
早期啊，在这个僧人穿的鞋子，行脚穿的鞋子啊，是啊草鞋，因为僧人呢穿其他的鞋子穿不起，只有穿草鞋了。我小的时候也穿草鞋，我到了台湾以后我也穿过草鞋，我也会编草鞋。现在的罗汉鞋实际上是由啊草鞋演化成功的，变化成功的。那么我们现在的服装呢，长的也好短的也好，都是呢汉唐的服装所演变成功的。因此我们现在呢，除了我们僧人穿以外，也有一些俗人呢，他们先模仿着穿。在我来讲的哈，我觉得僧人已经穿的就是这样子的标志了，那俗人不必穿。俗人穿了也僧不僧俗不俗啊，反而不好。比如说警察的制服、军人的制服，那每一个人、每一个老百姓呢、啊，都随便穿的话呢，那就是啊，军民不分或者警民不分的。但是大家也很喜欢穿的时候，那也没办法啊。像过去有一段时间呢，美军的制服，我们在台湾呢，看到美军制服，很喜欢穿美军的制服，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呢，僧人呢的衣服啊，如果说是俗人穿来的时候啊，有一点不是很好了，可能是冒充僧人。那但是呢，如果他的头发并没有剃掉，还是在家人的样子，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甚至于呢，像龙发堂啊，高雄那个龙发堂，他那一些精神病患，他们也穿的这个罗汉褂、罗汉装。但我最初我也觉得是不对劲的，穿的生不生、熟不熟啊？但是呢，现在他们既然穿，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禁止他，那这个，那他们就只有穿喽。那我们现在，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最好不要穿呐、啊。如果一定要穿，也没有犯法，也没有犯罪，在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身熟魂淆，就这个样子的问题。阿弥陀佛。